战方这边是一把龙，战战方是一把风阵，观战方这边小克战方，那官方这边还是盘丝医术，盘丝比女儿村快，但是不排除有神马啊，不排除有神马，双方都应该是带有神马的。那又拿到医术的盘丝了，怎么说？这盘丝看来真的是太快了。对吧，金刚打上，官方同时也是加了野兽，对方也是，哎，上来就是地府国标，大唐地府国标，上来就点上1800起刀，又给我回忆到以前的一个国标银河阿七了。那么对方上的一排的三个宠，杀不死没关系，还有三个宠来。怪战方这边点磁心了吗？上一场是没有点磁心的，看画是没有点磁心的经脉。如果这场没有点磁心的经脉，那么不好意思，怪战方这边不好打。相对来说打银河阿七他应该会点磁心经脉的，因为对战方还是比较喜欢打国标的啊。来，还是医术控了对方女儿村，那么对女儿村只能是踩塔，官方武装再套一把化身，但是没中。对方化身的名字放了出来，他一定要抢女儿村速度，但是由于是控中了对方的一个女儿村，那么接下来官方这边还是有一个放流云灵芝的一个机会的。这场对方女儿村抢不到速度，说实话也不会太好打。好，兄弟们看比赛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下方的互动，对战胜或者是观战胜，进餐会来的，你放心，这种比赛不会少于进餐的，除非是什么剑会，不是豪门打豪门啊，那种进餐是没意义的，没有营养的。来，林志一定要抢回速度，看一下五回合过后呢是什么样的数字情况。哎，同时对方是拉拉金刚，想杀蛇。对方大唐先出宝宝呢，还是先野兽？应该会先出宝宝啊，因为得宝宝清蛇。哦，先野兽。看来对方是要打一个快攻。回来方这边看一下这一回合有没有点的磁心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很重要啊，这磁心没有磁心感觉这宝格有点难打。来，化身后将会在回合结束之前呢是吸掉小丑王的。刚刚有个兄弟提议说要观战官方啊，所以说我就看官方了。也没有人提议说反对不看官方。好，点了磁心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官方队可以起来插旗。点了磁心就不好说了，那现在是第四回合。对方拿到医术，同时也是把光辉打上。来破甲，再把流云，再把医术，还是回到观战方这边吗？而且对方是有寡欲令的，那么这把医术不医术其实也不太重要了，最主要是现在官方盘是可以控制刀方女拔木，控制刀方大唐，控制刀方地府。这盘是说实话，这场对郑宝格来说，郑宝格不好打的其实啊。为什么不好打？因为盘是速度这么快啊，对战方大唐想扫你就扫你，想砍你就砍你，想平 A 你就平 A 你，哎，想对你吐痰那你只能是吞着。
他不会是落花女儿身吧？落花女儿身也行。你以为对面是真诚啊？对面说实话，这把活标已经是成功的第一步了。这把大方是要点杀大他，要点杀花果山的意图很明显。如果对方鸟村是有金星的话，那对方鸟村就点杀了，就点杀了，就点杀花果山。他只要把花果山放倒，对方是慢慢建造他的一个优势。还是武装怕金星啊，怕鸟村金星啊，是吧？除非是盘丝把对方鸟村笑了，套对方的一个地府，或者是套大头。把花生看一下花生的人性情况，一层龙花掉发一把金星来了，花果山有没有掉发舍生宝石？花果山掉发有没有下次王？下次王花果山，哎，命中花果山，同时也是走一把面伤的，这把肯定要贴一下吧，感觉最起码要反抗一下啊！一把横扫，直接空切，刷了把七煞。长须没必要，长须的话感觉太离谱了。好了，对方又拿下了一分，那么现在。怪家方这边没有花果山，那么清道方的宝宝是比较困难的，官方这边换模式根本是很难站得住的，所以说现在对于珍宝阁来说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。珍宝阁如果是想赢下这场比赛，它只有一个赢点啊，就是谛听。相对来说国标他为什么怕谛听，因为他的人物单位金兽云齿感觉是不太好用啊，而且灵宝比较少，因为到方地府去可能要考虑到延长。大唐没有花果山快其实也还好。来，掉方大唐如果是没有花果山快的话，那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掉方大唐是全力的或者是高力的，这样大唐打起来会更加的恐怖，所以说对于官方这边来说会比较难啊。他只要杀死你的盘丝跟花果山的话，你就很难打。对方下一把还有进攻节奏，下一把盘丝小心一点。把盘丝有机会领一个小饭盒，好像是武装没有被效果吧，武装没有被效果，那么官方这边的一个化身好像也没被效果，他们好像是有怒的，如果是有怒的话这把是点不了。官方竟然是播鱼岛西站了，哎，官方又不专属播珍宝阁，老是播珍宝阁对其他人是有意见的，知道吗？来，控了一把拔木给召唤，但是没中，纸人，哎，这把防点杀。国家方这边是应该没有怒放出来的，对方应该是会缓一缓，拨一点。抓树。对方鸟村还是要抢一把树，来破血青宝宝宝石。对方感觉是要双幻魔了，其实现在盘是不危险了，但是女拔木危险了，因为女拔木掌握着召唤大权啊，这女拔木现在是相当的危险，但是
现在官大方这边有两个单位，两个风行单位可以出手，对家方柳文生是没有了，对方的化生也是没有愤怒，我说的是没有愤怒啊。那么他只有一把水星嘛，是吧？这一把对方如果是想进攻的话，那水星一把啊，水星一把地府进攻，官方化生的愤怒够不够呢？对方来，对方控的武装，官方控了地府，你看啊，控了对方女麻木，说错了啊，女麻木有点像啊。哎，没有鹈鹕，这把是没有想过去点官方这边的一个女麻木的。哎，这把点女麻木，说实话漂亮啊，点掉了女麻木，而且有三叠，点女麻木，女麻木哎杀手软，你看这把杀手软还不如点麻木，对方不敢冒险，因为有两个风息在啊，有两个风息都可以出手的。来，受害者还是花果山，这花果山怎么防？兄弟们，你们告诉我这花果山怎么防？现在花果山跟女麻木二选一了，对不对？花果山女麻木二选一，你觉得会点花果山？都觉得都会点花果山，点花果山太明显了，对吧？天地，哼，天地的话需要盘丝解开，天地。现在如果是天地的话，我觉得对于官方这边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啊。现在场上还没有孩子，天地同色会让官方这边损耗太多的九转。这把如果是杀花果山的话，风杂物，哎，小李，盘丝弄花的女儿春，我们看一下，同时也是清风。来，对方地府才是关键。对方地府屠刀，哎，不着急。这把感觉像是点杀，但是对方没有选择点杀啊。其实我觉得这场点这一把点的话，对方挺好的。可能对方想再造势，把这个双幻舞打出来，点花果山，对方大唐的伤害已经是够高了，随时可以点伤。但是对方鸟圈已经是被漏花了，下把对方是没有风系的节奏的。那么一旦是这个花果山联合起宝宝去杀对方蛇，对方很有可能双蛇还是不在啊，双蛇还是不在。你看这蛇已经是破掉了。刚才官方这边的一个武装是清风堡的一个化生出手，请别叫肥啊。好，兄弟们赶紧参与到我们下方的互动啊，下一回开始我们就可以锁上了，好不好啊？赶紧参与到我们下方的互动。他们会不会偷和尚？不会，他们不敢偷和尚。来，一把控制对方女儿春，想控两回合，来小大唐。那么如果是对方大唐叠漫天，把漫天叠出来的话，宝格说实话是真的挺危险。摄魂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来，杀你批。这好像会贴的，兄弟们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官方这边都是满血，来，这把力劈很重要，没贴，官方四回小死亡，对方有延长的机会。其实说实话啊，这么打的话，看对方有没有点官方这边那个花果山了，如果是点花果山，能够成功点杀花果山的话，困对方这边感觉是挺难的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这个没有想到对方是这么拼命啊！对方也用了一个拼命三郎的一打法，哎，三力劈隐藏了一个点杀大招，打得也太快了。对方是毫不讲道理，直接给官方这边来了一个当头力劈，当头一棒啊！这就叫专业。
是，太专业了，还行。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场面，他只要对的关掉方这边只要是防住对方一次点伤，关掉方这边就可以缓过来，就防住一次就行。你觉得防住一次困难吗？对不对？你直播间怎么这么多大神？哎呀，这个人与情分啊，是吧？我们这边都是高端玩家，是吧？看一下，还有两回小死亡，要点就趁热。其实再怎么点的话，好像是都打不透啊。这小死亡，说实话，这小死亡呢，现在回合数挺短的。对方地府要么就选择延长，要么就不选。那么这把延长无所谓啊，这化生倒地还好。你要么点花果双岩，点花果双岩，官方这边还有三个单位，宝宝比较齐全啊。最主要是官方这边。人比较多啊，怨灵也有，双幻魔也有，马上是双幻魔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杀虫，杀花果山，对吧？他果然是这回选择杀花果山，想双岩空切了双岩。就算这一回双岩，那么官方这边也是，你看，一把金青是想防的，但是没防住。一把无魂，一把金青，没防住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四回合加两回，四回合加两回合，六回合，化身有三回小死亡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就是拉起化身再吸小死亡的时候就比较难打。现在最怕是什么？现在最怕的是对方出地听。哎，他第一只地听他可以骗你的灵元，他第二只地听才用的慢的地听就可以了。来，空对方的一个法宝。哎，没有出地听啊，对方女拔木没有地听。对方地府是被无魂了，那么基本上这把是没有延长的机会啊，中了无魂，那么化伤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哎，早一点站起来，那就考验对方地府是否会延长了。舔了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化身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我觉得化身拉起来一把推拿吧，推了吧，是吧？因为下把要吸小死亡，拉起来就要吸小死亡了，不推的话感觉不太行啊，这。来，大方也是空了盘尸。命中武装套女儿春，哎，这把封印很关键，对方也是同时出地听的，延了果山，那么也是吸不了小死亡。这把如果是拉起来活血会更好吗？兄弟们，我锁上了，拿起化身，给化身顶大金，再给化身顶一个回春，细节打得很到位，再顶回春啊！因为一把推拿四成的人心是推不满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化身是什么样的操作。来劈蛇卵，这条蛇卵神佑，在这个时候神佑啊，感觉是挺开心的。
哎，再把推拿，你看，你看珍宝阁打的细节，拉起来顶两个回春，再顶个大筋，啊，再一把推拿，血量没回满，但是有点安全了。有人说这个曼迪厅呢，官方针如果是防防高的话也还好，最怕的是对方点杀官方的人物单位。如果是对方这把是点杀化生的话怎么办啊？对方大唐只要是拉金刚，对方大唐的伤害还是蛮高的。没有剑斩啊，要是有剑斩的话可以用出来，但是没有。好，我这个小指一算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算得很准，地听已经出手了。哎呀，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啊，我看得到，听得到，闻得到，摸得到。来，暂停，一把暂停，有罗汉，哎。这一把罗汉啊，感觉就是救命罗汉。来，再给对方打的金松云，这把罗汉感觉是给官方这边吃了一把定海神针，我觉得也是给支持珍宝阁的小伙伴们吃了一把定海神针啊。少女拔木，还行。下把果山就可以站起来了，只不过是幻魔没有，对方也没有幻魔。哈，慢的。小宝宝还是暴击了一下，2000，1700。这只宝宝如果是再神的话，那这把地听是废物。好，没有神用。再猛也扛不住法防灵士，再加上罗汉，再加上一把金兽云石，对不对？你再猛也就这样。关键是有三重的保护啊，他就一个笛子，是再给你加多一个嘛，再给你加多一个秒人，应该有一个1000，差不多有1000，主要是有法防，而且还有且有罗汉。好的，官方这边是倒地的两个单位。来，对方五字金武装，武装一把无痕对方的地府，防止对方地府延长的。来，这把地府还能铁吗？地府延出来了，延了两个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兄弟们。宽甲方这边有两回合罗汉，这把延长说实话本人不太看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对方打的前面的是有优势没有错啊，但是对方地府的灵源用的也很快啊，虽然说是双眼有五回合六回合马上宽甲方就站起来了，但是宽甲方这边宝宝体系还在，宝宝都是满血的，珍宝阁的宝宝属性出了名是属性好，对不对？那你想冲掉，再加上有罗汉效果，基本上很难冲，除非对方的优势很大，对方有一个双幻魔是吧，永远在啊，都是没问题的。后鸟圈再把光辉打一打，对战方宝宝是不差，但是说实话，但是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宝宝血量高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啊。来，同时对方也是把地丁拉出来，要给官方这边决一死战，对方这一把能冲得下来，感觉有机会啊，冲不下来，官方这边可能就要缓过来了。哎，对，国标清场完全是靠地听，现有了地听，我觉得清场还是比较方便的。现在方要清场，但是刚才
观察方武装好像是没有蓝，没有罗过啊，是吧？两个地厅，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官方。如果是这个两个地厅清掉官方的两个宝宝的话，特别是清女拔木，再清官方这边花果山的宝宝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起码是把宝宝断掉了，下面就可以点人了。来换金属。鸟圈没有盘丝快了，盘丝出了神马。来，这把换金术，如果是反到大唐，把大唐给反死，那官家方这边也是功德无量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把换金术，再加上地听，有机会吗？批的一个神佑的。小方地厅是没有加，没有加东西。观战方这边也没有上当啊，说实话，观战方这边也没有上当，所有的灵源都是保存的好好的。小方的一个地厅已经是防御了，是没出手的，他想骗一把，他骗想骗骗的是灵源啊，但是呢。宽架方这边一把灵源都没放，就武装放了一把。来，对方要杀盘丝了，盘丝要死了，我感觉是要给盘丝起个盾，再贴一下顶个大金嘛。啊，这就是森宝阁的花丝宝人。盘丝现在好像是还有速度，来接受陨石，给了对方的一个三号，对方也是给的二号小地厅，这不是吧？这个三号还骗，就故意给三号加一把神佑呗？啊，想什么挂盘丝？来，对方剑斩靠地厅。关照盘丝有危险，两千盘丝倒了，珍宝阁不好搞啊，感觉武林盟主要退位，哼。好的，盘丝倒地，看来珍宝阁说实话啊，这很危险。小方再加战敌，这是慢的。知道你会特别控制对方的一个神佑宝宝，这一波感觉是超炸。这把对方是居然没有给全魔的地厅加战敌，哎，都是躲在心里，对不对？可能知道你会打两把金兽给的三号宠，但是对战方的二号宠秒炸。别交易我，你妈神经病吧你！你不是欠骂你啊！来吊瓶，吊瓶打吊瓶送的礼物，谢谢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城堡阁放了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是放了吗？那肯定不是啊，输了。
我觉得挺好的，说实话，我觉得郑宝哥输了挺好的啊，因为输的话比较平衡，这场肯定是输了啊。现在是郑宝哥的一个比赛时间，你觉得现在郑宝哥敢放吗？你觉得郑宝哥还敢顶风作案吗？你觉得没有机会了，兄弟们，已经是垃圾时间了，知道吗？现在啊，混蛋方这边起来一个，对方点一个，起来一个，对方点一个，对方大堂可能都不要出手了啊，都不要出宠了，是吧？起来我就点你啊，花生解开三锁王，那就不点花生了，就点花果山吧。你的圣杯大招，比比在还有机会，比比在时还有机会，但是官方能不在？你看对方，看到对方两个大蛇了吗？对方两个大蛇就来亲宝宝的。来，活血的盘丝，孩子，你看是吧？宝宝在不在了？不在了。杀手王挂的火山果然是，但是小爪没中啊，对方有破血无所谓啊，破血来下把又是地听，对方是轮番的地听啊，兄弟们，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，曲阜孔庙会更加坚定的去拿三千万战神包拿。看来郑宝格最近的比赛是连连失利啊，对于郑宝格来说，目前来说这种情况不太好，不太好招老板啊，很不利。刚才谁叫我看郑宝格的？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兄弟们，刚刚不是别人叫我看，我。跟我没有关系啊！对方就只有一把战敌，对方这个地听听宝宝就够用了。这小死亡吸的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官方这边有一个隐身宠可以解开小死亡。打不赢的别想那么多了，还有什么翻盘的机会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哪怕是对方两圈拉虚弥，不要地听了，无魂化身，对不对？不要地听了，要虚弥，你都扛不住。对方就是不敢点花生，觉得会解开。吃掉。没有什么假赛啊，别乱讲啊，别误导观众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播间过于真实，但是这种诽谤污蔑的话就不用说了。是不是假赛大家都看得懂，对吧？看不懂的人这样就看不懂，怎么说他都不会相信。有人说推不掉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哪里推不掉？你是觉得对方的双幻魔不够力呢，还是对方接下来地听不够力呢？或者觉得对方大唐的伤害不够力呢？混战方这边解开加速王了，混战方这边化伤随时有被点的机会。拉虚弥也没有用，因为官方这边都是法皇灵士，拉虚弥秒不动，
拉须弥只有让对官、啊、让官方这边清掉须弥的危险。因为群雄逐鹿比赛都会显示80回合啊，所以说它会显示80回合，不是什么录像啊。来，对方的宝宝被清得很快，对方很需要什么，这个时候对方很需要什么，对方很需要一波的散二宠，只要对方出一波的散二宠，观战方这边无解。群雄逐鹿的规则是80回合90分钟，就超不过80回合。来看一下对方有没有三阿宠，三阿宠要是被扫了，我感觉屈服孔庙的一个硬件啊还是有点缺陷，瞬击也可以啊，兄弟们，武神坛没有人带瞬击啊，这豪门特别是豪门现在不需要瞬击，现在需要三阿宠就行了啊，需要那种高伤力破的三阿宠，知道了吗？你有瞬击就没力破了，打不动人。亲宝宝三二打的也可以，三人也可以。对方又缓住了一波了啊！对方又是拿出了一波宝宝，准备又再次的进攻。目前来说，对方还是会选择先杀的花果山，先杀花果山再杀幻魔也可以。花果山这一回还是比较危险，对方的女儿身只要是控制官方武装就够了。但是对方的女儿村头上是没有花的，对方女儿村有水封的机会。来，暂停。郑宝格说实话他的硬件还是比较到位的啊，倒地了四个人还能站起来啊，但翻盘的话我不认为有翻盘的机会啊，我也希望翻盘打我脸。这把地府干嘛了，地府干嘛了，地府速度慢了，有点尴尬。天方大唐是出了神马吗？出神马乱饼了。上一把是出了宝宝，来，但是有沙粒劈，沙粒劈有机会吗？你会贴吗？贴了，这把防住了点伤，对这把国来说是非常有利，有机会还。哎，只要防一把就打我脸。把速度调出来，我的速度就是我的眼睛。这速度要是能调出来的话就好了。对方都是满血，但说实话啊，虽然说观战方这边防住的这把点三，对方现在目前来说状态都是满的啊。来杀大唐，大唐没死，看一下女拔木有没有跟的，女拔木有追吗？女拔木取秒，还差一丝，哎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
蓝三没起来啊，对方又可以点花果山了。来，这把花果山，花果山画上一个选择，点花果山能点花果山，哎，要继续打下去。点化生，如果点化生，就不用继续打下去了。看一下对方选择，对方选择呢是点化生还是点谁？这一回化生肯定会防的，所以说你点化生风险很大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看一下化生血量啊，化生血量我们是看不到，但是观战方这边有两个高速宝宝会给化生顶大金，所以说化生的血量会很高。哎，那么只有点杀谁？只有点杀花果山了，没办法，化生请个盾来，解开小死亡。武装套套化生，哎，不给对方加血，但是对战方刚才经过了，对吧？小死亡点花果山，对方大唐的血量好像是过半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，如果是差一点血啊，破血点杀足够，对不对？点了花果山，对方也是不能再失误下去了，再失误真的会给这宝哥机会。那么这把破血点杀成功很赚，这宝哥虽然说是缓住了，但是还没有翻盘的机会啊，还差一点点蛇神了，蛇神了。如果想打出节奏，必须要压倒对方大唐。来，后对方的女儿孙也是没中的，花生是疯狂的吸大死亡，对方的女儿孙是没愤怒。那么同时对方的血量也不是太高，对方的女儿孙如果是控制的话，对方应该是会控制官方这边的一个盘丝，或者是武装。一层灵元确实可以攒，但是你怎么攒？哎，控的化生，控的化生，来，他是要攒盘丝了，这是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对方要小丑挂盘丝了，要攒。哎，扣地府没中，对方小李化生，来，小丑挂盘丝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小死亡挂盘丝斩，对不对？一点零元也能斩，我是没有想到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对方女儿村都没有想到，女儿村放了金星之后呢，还来控制官方这边化生。女儿村用的是玉的，他还有愤怒，对不对？没有想到啊，都没有想到啊。扫地两个单位。但是说实话，这把点杀是没有零元的，在这么频繁反复的倒地，让观战王这边很难打。现在地厅也不好出啊，你地厅不是稳健的。化生十三回的大死亡，化生赶紧起个盾吧，再不起盾，感觉这十三大死亡够你吃一壶的啊。现在很明面的一个条件就是威胁的化生来护法金刚，小发有没有对花生下手？应该是不会啊。小死亡挂的牌女拔木啊，挂女拔木，他是造成多个的单位小死亡啊，小死亡。不过四回小死亡还行，这把小死亡演不了。扩大方是双幻魔，女拔木也不怕倒，还行吧，是吧？
这场 PK 呢，如果是郑宝哥想赢，那么在30回合到35回合的时候呢，他的宝宝要疯狂的神用啊，只有疯狂的神用才行。小爽水过一把啊，端方的小爽可水过一把，偷化生不行，不能偷化生，这化生偷不了，端方的大唐喵剑斩偷不了化生啊，这个化生会起盾的，你怎么敢偷化生？只要你点杀失败，关家方就有缓的机会。不点杀怎么赢？打消耗，对方拿艺术打消耗，清宝宝，杀人清宝宝，就打消耗，把珍宝阁的所有的一个药品全部耗光，来直接挂尸体，直接挂尸体，活水活上有配速。这把挂尸体没有用啊，死不了。关家方终于来地听了，来果山出了一个地听，那么这个地听是剑指对方大唐。哎，这个地听能瞄死大唐吗？你们相信啊？对方现在目前来说马上是哎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因为下一回合是有32回合，32回合有 1.0 元，这个地听不仅是可以骗对方的零元，并且是有机会压倒对方的大唐。但这种情况好难啊，为什么珍宝阁他每一次刷区都是刷那么多强符呢？啊，每一次刷区都是狂刷豪门啊强符，就是在周六的比赛或者是淘汰赛当中啊，他遇到强符是最多的一个服气。来出去，来2600，这是砸死，上把没电死，这把砸死。关家方这边资源是慢慢慢慢的打的越打越少，少后台为了公平，沙化生还选择了沙化生，对方血迹血迹5000，化生还差一丝。恶霸化生，听说这个化生是没有神佑的，这血量我们看不到啊，但是我看到有一个一大丝的血量，点杀化生失败啊，官方是没有给摄魂，给摄魂必死。哎，怨灵来，同时单方也是空化生，官方这边是再顶一个大金给花生稳健，这把花生应该是稳住了，给花生送了一把愤怒，小死亡再挂的拔木，这怎么挂？这是靠三二宠去杀拔木，好，三二没有跟拔木，他这把是挂了盘丝的吧？啊，挂了盘丝的应该是啊，他宝宝打歪了，挂了盘丝的。所以说盘丝倒地之后呢，是三二手打歪了，有人说没有拉人尿了，兄弟这个还是可以拉人。打女拔木的宝宝，说实话打女拔木的 PK 啊，跟打传统法系的 PK 不一样，这个孩子也可以来。有孩子拉人，
药快没了，孩子都打出来了。我刚刚说了，他只要是有机会点倒东方大唐才能缓住，点倒大唐也不好缓，所以说现在这宝哥很难。来，一把残珠。破血。召唤魔化身，看一下化身呢，是有青霜的，化身血量很低，但是他头上有红灯，这红灯最后一回合了，化身很有可能会被毒死，他这血量应该看得到啊。哎，解开了，不会毒死，毒死还行还行，能活上。他这把肯定要活盘丝啊，宝宝宝宝给化生顶大金，对方还是要少化生，不管怎么样对方还是会少化生的。无魂化生，看对方的少化生呢还是别的操作。来摄魂，是吧，他还是要少化生，点人点重点啊，这化生八回大死亡没了，结束了，这把点才不结束啊。八回大死亡还有阳护吗？女拔木这个孩子是不可能换的，对不对？他阳护肯定是有，看一下武装有没有出阳护，现在只有武装可以出宝宝。九转没有没有关系啊，官方这边我可以拉起来人的孩子，虽然是一滴血也可以也行啊，一滴血也是爱。什么几回合了，那时间挡住了，大哥哪有时间，是不是可以看到36回合吗？来再靠一手，空手盘丝，同时也是再扣一把张方的一个拔木，来出地听。再说赢，说实话，官方这边在有限的资源之下，他的地听能发挥出威力，啊，就有机会。地听没能发挥出威力的话，感觉是没什么机会了。官方也是再赌一把，看下地听能不能有机会。来，垃圾果山。这宝哥说实话是真的坚挺，对方的所有的宝宝都可以守尸，所以说这宝宝是不配速的，这宝宝的速度太慢了。小死亡开始不准，现在七回合对方也不需要小死亡啊，不需要小死亡，因为困难方这边孩子只配的女麻木的速度，所以说不配这个花火山速度啊，对方的宝宝都可以守尸，他只要是每一只宝宝打的花火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花火山拉起来不能动，而且拉不起来，你倒地两个尸体，小死亡重不重有什么关系吗？能站到现在啊，说实话全凭珍宝哥的硬件啊，还有他们指挥们的努力。六回大死亡，来金河云子，同时也是一把落花，再这样一起我们看一下，再发现罗汉
看来段方的一个罗汉已经是早已准备好了，那么同时也是落花段方大堂，下把可能是可以稳一稳。来，谛听出手。他这个谛听呢，就是为了，先压制一波段方的血量啊。他主要是给段方打大堂打落花了，可能下一回合会出一个慢。但是落花之后呢，段方也是反锁了一个罗汉，哎，他罗汉可能这个全魔的就不会出来了。没了。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觉得陈宝格打曲阜孔庙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我相信大家在心里都觉得啊，曲阜孔庙打曾宝格没有什么机会。但是这场真的是让我们另眼相看，为什么？因为前段时间呢，曾宝格的盘势呢都不抢速度，是吧？你可能遇到双方呢就不好打，你抢速度遇到国标也不好打，哎，为什么这宝哥不抢速度？所以说现在抢速度，你的盘丝大堂一扫就死。还是地府现在小鼠王也准了啊！小鼠王，地府的神器改了，现在是有封印了。以前地府是没有封印的，地府之前好像是法防。把法防去掉啊，就是。现在可以封印速度吧，以前是速度，封印速度。杀死王很准的地府现在。对。现在地府的神器是有封印的，以前刚改的吧，是吧？以前没有，本来地府就不太水，那么现在地府再加上他有神器有封印之后呢，感觉是更加准。全场的小鼠王点杀就水了一到两次吧，差不多。好，兄弟们，我可以宣布了吗？好的，小黑出现了，我就可以宣布了啊。那么也是对战胜，我相信这场有很多兄弟都是赢了很多豆子啊，赢了很多豆子。兄弟们有粉丝卡的，帮我再送一下粉丝卡可以吗？啊，粉丝卡再帮我送一送，谢谢啊。还不够逆风是吧？这还不够逆风，都没了还不够逆风。